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，没钱怎么办？来海军吧。想练出人鱼线八块腹肌，缺乏自律怎么办？来海军吧。这是在朋友圈刷屏的一幅征兵标语。据悉，来海军不只可以开装甲车，还可以开军舰、开飞机。当海军后，你的情侣照是这样的，你的婚纱照是这样的，你的婚礼仪式不只有婚纱，还有浪花白和军舰。你的朋友圈是这样的，你的身材是这样的，你还可以与中外友人一同参加甲板招待会。在海军，你可以有更多更酷更炫的经历，比如高空跳伞，是不是比蹦极更刺激？被公认是野外生存的真汉子。来猎人集训，你也可以变成真男人。天安门城楼前，英姿飒爽的阅兵方阵，武器装备威武霸气的亮相，你是不是也想成为其中一员？看到红海行动中超燃的画面，炫酷的场景，要不要来体验真人版吃鸡？有汗水才是青春，有魔力才有锋芒，穿上浪花白，开启最酷最炫的人生旅程，来吧，一起逐梦深蓝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